刚刚录完音，然后因为最近啊确实是没有什么时间，然后最近也不敢出去什么的，没有什么好拍的。我也问了大家嘛，就是我应该做什么好啊，就是你们想看什么。然后我看到有人说去吃饭，所以呢你们猜我现在去吃什么。우리내가제일좋은소고기먹으러갈거예요네我刚刚从中国回过来韩国的时候，在隔离的时候我得了那个肠胃炎，所以我的这个隔离的14天非常的记住。你在疼的时候呢，你很想有一个人在照顾你，然后我就会想到父母，就比如我头很烫啊，然后我就啊好想我妈给我拿一个热的毛巾过来帮我敷一下什么的。你长大了之后呢，你疼呢只有你自己可以照顾好你自己。这还好了，反正现在也没事，所以以后要小心点。好了，我快到了，那我到了之后再拍吧，啊，拜拜。Yo， 我们到了这里哦，刚已经点东西了，我点了2份牛肉，然后1份那个生牛肉拌饭。在韩国这边我是很喜欢吃这个，要吃顿饭。对，我最近也一直很努力的，太瘦了现在。对，然后最近一直要长胖。对，今天这个主题是注重身体。对，然后也不好意思，就是本来这个 vlog 应该要在6月份的时候，还有7月份应该要出来的，但是我会补录的。对，所以大家不用怕。对，然后我也尽量找时间会去拍的，所以给我一点时间啦。对，我要给大家看一下韩国的，在这里吃饭之前呢，你有很多的小菜，比如有，然后它会有盐啊什么的。我不是帮他卖广告，我其实在吃饭的时候呢，我是非常喜欢吃面的，也是，但是他这里的那个饭呢会比较好吃，所以我就选择吃饭。然后呢我们现在的牛肉上了。对，然后呢，对，这个是开胃菜。对，他这里的肉质是非常好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就看到了我就已经想流口水。OK， 好了，来大家看一下，我要吃了，我要吃了。哦，重点来了，刚刚好。就是肯定可能没有吃过的人就会说，哎，为什么这样子就好吃吗？就是它的肉啊就不是真的是生的那个味道，就是它会加点盐啊什么的，应该啊，我不太清楚，但是这样子拌起来了还挺好吃，感觉也特别健康。所以呢，这个是为什么我那么喜欢吃这个的拌饭。这个是我超喜欢的，嗯，有一口饭，嗯，我享受吧。不过呢，就很喜欢说，就是说一句话，就是吃饭的时候，就是吃饭呢，到最后啊，
你这个碗呢要吃得干净的话，那就是代表你以后老婆呢，你以后老婆就会长得会就是很滑。你们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就不会有痘痘脸上，就是因为老人家要骗小朋友嘛，然后就用这样的故事来骗小朋友要吃干净。如果你们也想找一个好看的伴侣的话，请你把饭全部干掉。今天你们一直说想看我吃东西嘛，那我今天终于吃了，那也是完成了我们的一个你们想让我做到的一个东西做了。对，然后希望你们以后当我问你们我要拍什么的时候，你们也给我多一点 idea， 就是你们想看我做什么，那我就对就尽量去做吧。对，有能力的话。对，那今天的 vlog 呢就差不多了，大家觉得怎么样？开心吗？你问我开心吗？我很开心啊。这是因为可以拍 vlog， 所以我才可以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今天就到这里，对，然后好了，那下次再见喽，拜拜。